哎，大家好，小酒馆昨天弄了一个视频，想给大家介绍这个怎么把这我们电脑上的屏幕，就是转到我们油管上的那个屏幕上面去。那昨天做的不是太好，今天想再做一遍，但是还是不是很理想。OK，那再试一下。OK，那这下应该 OK。OK 我们这个电脑呢，Let's see，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呢？你把这个先放到一边，叫 OBS。OK，那我们如果去谷歌那边上去看一下的话呢，OK，我们就有。OBS 在这 download，OK，我已经打过了，那就是打出来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，和普通电脑的这个软体的install 是一样的，就是说，那它是免费的，一些所有的过程都是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没什么区别，就普通的一个软件。那这个软件是也是油管自己推荐的，OK，然后。download 以后呢，那当然就在你的桌面上就会有这个 icon 在这边。然后你打开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。你要完全打开的话，基本上你看的大概就这个画面。我们这桌面的话，一开始基本上大致是看到就是这个画面。画面的右下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就所有的这个东西都在里边。那把这挪一挪。然后呢，会有个 main，会有个 camera one、camera two，我这边是预先设定两个 camera，之后你可以自己再往里边加，就在这个加号这里边，你可以往里边加东西，你可以看加些什么东西在上面，OK，那这个呢，它这边可以说你要加的是屏幕啊，还是照相机啊，这自己可以加，那你就要把它加上。比如说，我们加个声音的输入吧。OK，那这个就是你的声音的输入。输入的话，你可以有不同的麦克风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加个 mixer 在里边。然后呢？这个就在这里边了，就是这个源头影像也好，音响也好，源头在这里边就可以出来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镜头在这边。然后呢，那我们要在这个主镜头就是主画面完全的就输出这个画面里边呢，我们可以有个 main，也有这个 camera。就是主的 camera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再加另外一个，就是刚刚我们设定好这个 camera 就是我的，那个laptop 的 camera，那可以把它加进去。OK，比如说，那我们把它加上去。那这边加东西可以直接加到这边，当然预设好的东西是比较容易做。那我们主的把这个 camera 加上去。那这块呢，它带的镜头呢？看，就在这里了。然后它在这个位置呢，你可以把它挪，就是前后顺序挪的话，你可以看到。对不对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那个声音频，可以切掉它。然后我们加，刚才没看清楚，那就加我们事先预设好的，就是视频。OK，camera。OK，那这个你可以把它位置调整，调到外面就太小了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有
两个 camera，一个对着自己，一个对着你的客户。这边也可以，我们可以转另外一个 camera，可以转我们原来这个外面的那个窗户，可以看到。然后这边小酒馆里边的一些摆设。OK，那你就可以有两个镜头啊，可以使用了。这样的话，外面画面输出就是两个镜头。在此之外呢，我们有些这个软体可以做这个叫做预录，像我现在做的就是预录。那也可以做这个直播，当然我们原来主要的目的是做直播。那这下面有一个叫 stream，就是直播的那个选项。OK，那做直播的话呢，就是要和我们油管的这个要有联系的，比如说我们油管上面。我们油管上面，如果你要做直播的情况下呢，他会给你一个直播。油管你做直播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叫做 Stream Key。那我们这个 Stream Key 呢，在这个 Stream Key 要 copy，就是说我们看的就是。有一个号码在这边，OK，这个号码是 EJFC，OK，这个 stream key 呢，我们要 copy 到我们这边来。那这边在这设定这里 setup 这里呢，它会有一个，比如说你要在做直播的话，去哪个频道？那我们直播的话是。在这个平台是叫油管的平台，然后这里边也是要有一个把刚才在油管这边 copy 的这个 stream key 再 paste 到这边来出来的话 etfc OK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这边做直播的时候，那边油管那边就直接出来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OK，那我们就可以做 start stream，就是开始直播。做开始直播的下边右下边的这个绿灯就会亮，那它就是开始直播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已经开始了，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。OK，那这边油管这边看到的画面呢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画面。那如果把这个关掉的话呢，那现在油管上面在，就油管上看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画面。OK，那基本上。大致情形就是这么多。那这个软件呢是免费的，然后在油管上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视频，大家可以看，有英文的，大概中文的我不太清楚，可以使用。另外这个视频它最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说，就是如果你是用手机来做直播的情况下呢，我试过苹果手机，我没试过直播，但是苹果手机，它那个影像你打横的时候呢是没办法说它输出是横向的还是竖向。那我有见有的别的，这个主播他用手机把手机横过来，你手机上看的是横的，但是输出的还是竖的，解决这个问题，一个办法我试过，怎么样把这影像横的输出的话呢，我们是用那个 iPad mini。大概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有方便大家希望看，希望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。那今天大致到这里，那就我这有两个画面，就我自己。OK，那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